江望收起李文赤旗，纵身跃下城墙。那方嘉诚城主印才是重宝，他本可以救下，但他没有那样做。嘉诚诚域如今的状况太需要补益了。法家凝视以威，合权以法，乃堂皇正道。聚集整个成域之力，印行四方，本是正向相异的事情，可以共增共长。但如今嘉诚诚域民心已伤，强行挥霍是饮鸩止渴。 任其散去，整个城域的气运在此时还之于民，不知能救下多少百姓。月下城墙，即在内城中，整座城市更安静了，让人恍惚，仿佛来到了一座死城。城主与他的超凡卫队全部战死，这里更没有人敢出头，或者说，已经没有人愿意为墨家出头。江望继续往前走，也在适应着身体的变化。 明烛诸多神秘，且不去说，应该说，心诚圆满的四灵炼体决救了他一命。若非四灵炼体的肉身防御，哪怕那一记诛罪之雷并非全胜威能，他也未必能够受得住。兵家手段聚众凝兵，法家手段以示刑法，都是堂皇正道，不愧为当世显流。他只是遵循本心，践行道理，但天地人三剑却因此再有突破。 它更强了，但天地门也更牢固。与构建基础的游脉镜和周天镜不同，通天镜就在天人之隔前，天然有广阔的探索空间。很多人把通天镜的极限视作凡区所能达到的极限，但历来只有那些天骄人物才能够到达。姜望现在也在渐渐向那个极限靠拢。 转过街角，前方恰有一名身着皮甲的士卒，不知本是要做什么。一见到他，转身拔腿便跑。但他连超凡都未达到，又怎么可能跑得掉？江望轻松赶上，一把抓住他的后颈，将他灌倒在地。墨子楚在哪里？此人明明战战兢兢，心中恐惧，但却咬着牙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杀你。” 这种时候还肯在外面保护这座城市的人不多了。江望说着，迈步离去。公子也是，这名士卒突然在身后喊道：“莫公子也是正在保护这座城市的人。”江望没有理会。要寻找莫子楚并不难，追思可以指出方向，而城里超凡修士聚集的地方，应该便是莫子楚藏身之地。 最后走到了一处小院前，墨子楚在墨家之外的那座别院。这座小院，江望来过几次了，每一次来所见都不同。第一次来，每必引路，家人斟酒；第二次来，连门也未进去。这次来的时候，大门洞开，曾经的假山、凉亭全部不见了，到处都是病人，躺在所有能躺下的地方。 哀声、哭声、咳声混合着药味、血腥味，一股脑地冲击过来。当然也没有美婢家人，只有包得严严实实的医师匆匆来去。江望走在院中，没有一个人来询问他，没有人关心他是谁，他有什么事情，想要做什么。最后，他走到了墨子楚面前。 剑气明晃晃的提在手上，杀了这么多人，长相思仍然没有沾染一丝血迹。彼时墨子楚正在为一名患者施针，在这名病人身后还排着很长的一队。白骨道的恐怖手段让巫火几乎席卷了整座城域。将望收剑入鞘。 嘉诚现在的局势需要一个人出面主持，他本想自为之，总好过让只惦记自身权利、罔顾百姓生死的墨木男继续尸位素餐。赶到这里来是为了杀墨子楚，但见得这一幕后，他改变了主意。自青阳镇出来，一路行至此地，杀意已尽了。墨子楚忙完面前的病人，瞥了姜望一眼，又很快投入对另一个病人的救治中。 嘴里道：“使者，请回吧，我现在没有功夫敷衍你，更没空与你争斗。大概确实是累了，又或者是这段时间与患者的相处，让他有了某种潜移默化的改变。往常时候，他是说不出这么直接的话的。” 江望环顾四周，这座小院里的超凡修士很多，但每个人都很忙，不问外事，全心扑在与污秽的对抗之中。就如之前的竹碧琼等人。世上没有永恒看不到头的黑暗，有人害命，也有人救命。你做这些事情多久了？不记得，没必要记。没有人跟你说吗？江望问。说什么？墨子楚不耐烦道。 或许是失望，或许是恐惧，或许根本没有可以分心探知消息的人了。总之，没有一个人告知他墨木南已死。嘉诚城主失职，我已杀之。墨子楚猛然站起，怒视姜望，一双疲惫的眼睛，杀机四溢。不是什么玩笑都可以开。姜望注意到，就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周围气氛一变。 那些病人、医师、超凡修士几乎全部对他起了杀心，这反倒让他有些安慰，说明至少在这里，墨子楚还得到一些拥戴。江望慢慢说道：“这座城市好像生病了，医道非我所长，我正是来找你要答案。”他问：“治恶疾用猛药，你觉得如何？”这里不欢迎你。”墨子楚冷冷坐下道。 他绝不相信手握嘉成城主印、李文赤旗的莫木男会被这个通天境的姜望所杀，哪怕对方再强也不可能。尽管如此，他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对话，只是碍于面前奄奄一息的病人，无法立时发作。姜望说道：“这是白骨道灭绝一域的手段。到了现在，你也应该清楚了，你在这里医治根本是杯水车薪，解决不了问题。” 你应该立刻向杨庭求助，调动所有力量根除祸源。墨子楚沉默了，这一点他作为东王谷出身的修士，尤其这段时间亲自接触无数病患，又如何不知？江望说：“嘉诚城主失职，这话没错。”这件东西能够帮到你。江望从怀里取出李文赤旗，放到墨子楚面前。 此棋是嘉诚成棋，虽然残破，但仍不失为宝物。将望扔出来，没有一丝不舍，因为此时的嘉诚只有墨子楚能够最大程度的调动全部力量对抗巫火，而李文赤旗也只在他手上才能发挥最大作用。从棋人的表现来看，他也终是有疑心的。墨子楚看到李文赤旗，先是一愣，继而暴怒如狂。 这面城旗在此，说明姜望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开玩笑，不是怨怼之语。他是真的已经杀死了墨木南。通天宫里，道元澎湃，墨子楚拔身而起，但一双手按住了他的肩膀。汹涌的道元奔涌不息，姜望按住墨子楚，直接以道元做了一次最直接的对撞。对撞的结果是将墨子楚按回了原位。 你想跟我拼命的话，现在就可以；但是为墨家赎罪的机会不会再有了。是现在就死在我手里，还是保全家族之后再来找我？你想清楚。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墨子楚疲惫已久，又一时被治但止不住恨意，愤怒咆哮。你父亲身为一城之主，却罔顾百姓生死，他杀死的父亲母亲有多少？ 他杀死的儿子、女儿又有多少？江望逼视着他，我不会离开青阳镇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复仇。但是嘉诚数十万因你们陷入危局的百姓，他们的仇恨又向谁来负？墨子楚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后你墨家如何自处？我今日不杀你，因为你比我更适合带领嘉城对抗巫祸。如果你想现在就死，我可以成全你。 如果你想在跟我拼命之前，再为你的家族、为家城做点什么，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。江望眼神锐利，剑气勃发，你只有三息时间考虑。家族传承数百年的家族，似有万金之重。江望的力量压制着墨子楚的躯体，家族二字压制着他的心。默木南已死，这件事再也遮不住。墨家事后如何面对问责？ 整个家族唯一的生机，其实在他手中。他此时多救一命，整个家族的命运或许就能缓救一分。这是姜望和他的对话里真正的表达。墨子楚动弹不得，但一双眼睛沁出血来。我一定会杀了你，姜望！我一定会杀了你！我会给你机会的，做好你能做的事情，然后我等你来。 江望松开手，在无数复杂的目光中，转身离开了这里。